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现场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打开经本。我们上午说到，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从娑婆世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修菩萨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来辅助阿弥陀佛教化。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是讲两位大菩萨利乐十方的情形。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要。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两位大菩萨有着跟佛一样的神通道力。其实呢，像观世音菩萨久远劫前呢，已经成佛了。成佛的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早。释迦牟尼佛过去还是他的弟子。那大势至菩萨呢，也是无量劫前呐，发愿是跟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都在一起修行啊。那么他们俩是缘分很深的。那么观世音菩萨既然久远劫都成佛了，那我们相信大势至菩萨也是同等的人物。纵然他没有视线成佛，也比如地藏菩萨那样就因为有大愿没有圆满，所以还保留在等觉菩萨的地位上。实际上呢，他的弟子当中成佛的都已经不计其数。那么这两位菩萨在极乐世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这个常字早上讲了，就是不间断没有离开过。那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左右，又怎么能够到十方佛所呢？当然这都是化身去的。他们呢欲至十方无量佛所。想要到哪一个国土？十方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个佛土他们不能去。是随心则到。这个是大神通。应念就到。
根本呢都不需要飞行。啊，有飞行还需要有时间。他们呢不需要时间。啊，想到啊无量诸佛国土，不管距离多长多远，动一个念头，立刻身体就现在那里了。而且是每一个佛土都能现无量身。那他的真身呢在极乐世界不动。那这个什么道理呢？好比呀，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在天上只有一个，那是月亮的真身。然而我们在地面上只要有水的地方，不管你的水是大还是小，大的可以是江湖甚至海，小的可以拿一桶水一盆水甚至一杯水那么在十五那天晚上月亮皓月当空那你就拿水在底上一放，那月亮就在里面了。无论有多少水就有多少月亮。无量的水你放一万杯水那就有一万个月亮。放十万杯水那每一杯水里也有月亮。这就是月亮的化身。那么菩萨现化身就是这样的。根本呢没有来去。观世音菩萨以32应入诸国土，所谓入实在没有入。就像那月亮说入了那一杯水里了吗？我们是在水里看到了，但是它没有入月亮还在空中没有动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诸佛如来都一样化身十方无量佛所，其实根本不动本处。这个随心则道随谁的心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早已证得无生法忍心是不动的。那随的心当然是随着众生的心，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在楞严经上讲观世音菩萨如何修正守楞严大定正得耳根圆通的经过给我们讲出来那么观世音菩萨通过用这个耳根来修三昧，从闻思修入三摩地。那么出于文中入流王所，以这个文字作为所观之境界那么
从耳根来下手，入法性之流，而往所，这个所啊，就是耳所对的境界，就生成，往了那个所，就把那个生成的境界放下，这才能够入流，那么直接就是修耳根中的闻性，反闻闻自性，无论是耳根听到有声还是无声，都不着在这个所闻的境界上，这叫入流往所。所入即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寂静就是讲归于了耳根中的闻性，闻性本来寂静，本自清净，就是自性。那么动静二相都是耳根所对的沉静，动就有声的相，静就是无声的相，那这个动静二相呢，实际上都是自己如来藏妙真如性。换句话说，动亦是自性，静亦是自性。自性本来不生，当然不会有灭。所以动亦不生，静亦不生，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在这里头，非常的明了，这是观照功夫得力，如是见增，闻所闻境，闻就是讲能闻，能闻的跟所闻的，能闻的是有心，所闻的是有声，能闻所闻都尽了，就把这一对能所都灭掉，心跟境合而为一，凡夫心跟境是分开，就有能对和所对，现在这一对能所把它尽了，这就入法性流，只有一心，到这个地步，那才可以说是一心不乱，如果还有能闻的心跟所闻的境，那还没有到一心，那到这个地步那就是将我执彻底打破，断见思烦恼，证圆教七心位菩萨，断证功夫如同阿罗汉，但是他是七心位菩萨，进而尽闻不住，觉所觉空，不住就是不以为足，不能够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上，不再提升。如果住在这样的境界上呢，就入偏真涅槃，安住在小乘了，不能住在这儿，所以进了闻，然后还要不住，那么你就能够知道
啊，有一个觉悟的境界。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这个近闻的境界，闻和所闻都近了。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境界？因为你有觉嘛。像阿罗汉证得正觉了，他就有这个觉。那有这个觉，就有能觉和所觉。啊，所觉的就是这种啊相似涅槃的境界。啊，能觉的还是有心。啊，那觉所觉空，把这个也空掉。啊，这又是一对能所空掉。啊，空了之后呢，再往下还不能住啊。啊，到此时，啊，已证得实性位，啊，就又提升了，嗯，但是还不能够啊，啊，以为满足，啊，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空觉了。啊，空了觉了，把觉就空掉的意思，啊，那个能觉所觉还要空掉，啊，然后呢，这个境界又提升了，啊，但是还有一对能所，就有能空所空，啊，境界越来越微细，这还有能所还不行。空所空还要灭掉，那这又是一个结啊！前面讲了好几个结了，这是等于要解开六个结啊！第一个是这个啊，动静，这是一个结，然后这个啊，闻所闻一个结。觉所觉一个解，空所空一个解，啊，然后还有一个灭，把这个能空所空也灭了，啊，那就是灭也要放下，啊，有灭肯定有生啊，啊，这个境界生了，啊，这不行，生灭寂灭，寂灭现前，最后一个解破掉。那么这个时候真正的寂灭大涅槃才显现。那么到了这个地步了，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啊，这个忽然就表示啊根本没有作意在期待啊，它是自然得到的啊，超越了世出世间，不仅超越世间，阿罗汉是超世间，啊，但是没超出世间，啊，连出世间也超越了，这个所谓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啊，全部超越，这时候十方圆明。或二种殊胜，这个就是证的圆满菩提啊，圆满菩提也是归无所得啊。那么这个时候自然得到两种殊胜，殊胜的境界，殊胜的能力，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呀。这时候成佛了啊。那这个成佛，广义上讲啊，原教初诸位以上都叫做成佛啊。那么也超出。世出世间，这时候就能够啊自然
跟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相合。这个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妙觉心，也就是众生心内的诸佛，跟这个合了，合在一起了，那么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所以就能够具足了佛法界这些圆满的这个大慈悲力。这是我们的性德本来具足的。那现在呢，观世音菩萨把它显发出来了。那么下就能够合于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因为六道众生实际上也是诸佛心内的众生。没有离开诸佛的心。既然能合诸佛的心，当然也能跟一切众生相合。所以跟诸众生同一悲呀，就是能够任运的自然的拔除十法界一切众生的疾苦，同体大悲跟诸佛同一慈力，就是无缘大慈。那这时候自然就现前。那现前了，就是首楞严大定这个大定起用就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这里说：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受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讲他是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种力道力从什么来的？就是过去曾经供养观音如来那么观音如来传授给他这个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就是教他修耳根圆通那这个如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种修法是直接从我们耳根中的闻性下手。闻性就是自性。自性在耳根就称闻性，在眼根就称见性。六根门头自性自都会放光动地。那么所以观音耳根圆通的修法是全性起修既然全性起修，修就是无修，不用修，因为这个性德本来具足，不是你修的，所以所谓修也是无修，无修而修，修而无修，所以叫如幻修就像在梦幻当中在修那么这个闻熏闻修就是以本觉的闻性熏于始觉以闻性中所起的始觉修于本觉始觉跟本觉合而为一那就证首楞严大定，则自然就能够
与佛如来同此力故，同一慈悲力，所以自然就有三十二应的道理，这都是自然的，可以入诸国土，就这里讲的欲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是首楞严大定之起用。那么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就是楞严经这一大段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的介绍那至于三十二应呢，在法华经普门品就讲的很详细楞严经也讲的很详细，所以这完全都是性德的启用那不光是观世音菩萨能够做到，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做到，也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藏性只是你还没有显发出来要通过修德成就才能够令性德显发。那我们现在修念佛法是用大势至菩萨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这个念佛圆通那念佛圆通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哪个高哪个低呢？哪个更好呢？这个没有的这样的比较，要看众生是什么根性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这是接上根之人直接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下手处就是我们的从自性下手，这是要立根之人那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呢，接引的是三根都一开，上根中根下根都行那我们自己可以说是下根为什么呢？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够像观世音菩萨直接从自己的文性下手，全性起修你基本上找不到门道可是念佛这个谁都会念没文化的老太太，没听过楞严经的都会，就叫你念阿弥陀佛嘛，这四个字谁都会就这么念就行。怎么念呢？都摄六根所谓都摄六根就把你的身心都收摄起来那心要收摄就是专心专心在这一句佛号上那实际上已经暗用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念佛最要紧的是用我们的耳朵来听善用耳根你不能够反闻文字性不要紧，你至少能够反闻文佛号把你的耳朵专注在佛号上，别专注在别的音声上外面再吵吵闹闹你也不要管它外面再施工也不要理会它外面有什么人唱歌吵架都不予理会就是专注听自己念阿弥陀佛虽然这个不算是反闻文字性，但是你就这么一直念下去，把它念熟，念熟了就不用作意了，它自己就会念当念熟了
不念而念，念而无念的时候，已经啊暗合道妙啊，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这一对也放下了啊，观音耳根圆通破了六个结，你就用念佛念到一心的时候，能念所念都没了，这就是全破了啊，全破了，那就是一下就入这个耳根圆通啊，所以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可以合二为一来用，下手就是用念佛啊，念到纯熟，自然就进入耳根圆通啊。当然，念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啊，集中心力来听自己念佛啊，就是从耳根、耳识来入手啊，用耳根、耳识，我们众生会用啊，因为就都是这么用的啊。凡是听到音声就分别嘛，这就用耳识啊。嗯，那闻性可不能分别，嗯，一分别那就变成耳识了啊，自性就没埋没了，所以我们这个用不上。那我们就用这个耳识来分辨符号，要分明清楚啊，就是得用啊，把它用到尽啊，就怕你执持佛号执持的不够，就怕你听这个佛号听的不够分明清楚啊，用既然用就用到尽，用尽了之后那耳识自然也会脱落啊，那就是不念自念，这时候自然就是用闻性啊，不用刻意啊，用刻意你怎么都入不了啊，入流王所你做不到啊，就是不刻意就这么自然就进入啊。那进入之后你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得二种殊胜啊，啊，上与诸佛同一慈力，下与众生同一悲仰，你自然就做到。所以大势至菩萨就是这么修成的，所以他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心开就是首楞严大定，啊，就是耳根圆通。啊，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所证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呢，现居此界做大力药，嗯，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两位大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最有缘啊，他现在就住在我们的世界啊，分身无量啊，他也是三十二应啊，或者做国王神，或者做宰官神啊，或者啊做这个居士神，或者做比丘神，或者做比丘尼神啊，乃至童男童女神等等，三十二应。这三十二应啊就是三十二大类啊，不是只有三十二种身呢 啊它是化身无量无边的，乃至山河全景一切无情之物都能够力量无情啊，这是做大力量，利益众生，令众生安乐啊。那么令众生安乐还是要有一个见次，能够随顺众生的号要啊。所以比如说啊，众生现在还不想出家啊，还不想修行
啊，那你不能够硬来，啊，所以这个欲求啊，这个一个啊好太太啊，好好念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送一个好太太来，啊，有了好太太了啊，还要希望有一个好儿女，啊，想求男的就生端正之男，啊，想求女的啊，女孩啊，就生端正有相之女，随意众生的好药啊，因为众生迷嘛，他把这些眼前境界当真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就随顺众生啊，利乐众生。等到众生渐渐觉悟了啊，然后再帮助众生提升。断烦恼，啊，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众生，啊，认识净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做大利药，啊，利益安乐来讲，最大的、最殊胜的，莫过于帮助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下面说，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能够救苦救难，啊，特别是在急难恐怖的时候，只要一心的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真的立刻得到解脱。那么在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是什么标准？一般说来，世间的标准就是你要做一个善人，啊，把贪嗔痴啊，要把它降服住啊，要做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人。啊，这种人心善，一念观世音菩萨很灵的。啊，像过去，啊，老和尚的，啊，这个老校长周邦道，啊，就是以前中学的校长，啊，也学佛了。啊，周邦道的夫人呢，啊，为人非常善良，啊，那么他念大悲咒非常灵，啊，凡是人有病都请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圣水，啊，一喝那个病就好，啊，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啊感应？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善女人。善女人跟佛菩萨感应的非常的快，啊，中间障碍少，啊，这个善一定是心心念念为别人着想，自私自利很少，才能称为善的，自私自利很多，那就不善，啊，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断恶修善，啊，要好好持戒，啊，要好好的来这个啊修忏悔，啊，放下自己的自私自利，啊，这样纵然是临时抱佛脚都很累。那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纵然是不平时不善之人，啊，平常贪嗔痴很炽盛，啊，这个真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他才临时抱佛脚，啊，没有别的方法救了啊，只有念观世音菩萨。这时候他能相信，他能一心的念，啊，有没有感应呢？一样有感应，啊，这个善。就讲他素世有善根，所以能相信观世音菩萨
啊。那么在极难恐怖的时候，他拿出至诚心来念，这个时候他的心就是善啊。假如他心里不善啊，那就念的就不至诚啊，就夹杂啊，肯定不灵啊。所谓灵，就是诚则灵。所以念的时候啊，一切都放下，一切都不想啊。譬如说啊，假如现在啊，你在这个飞机上啊，听到机长告诉大家啊，现在飞机失灵了，大家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啊，这时候怎么办？你这时候啊，没别的方法了啊，跳也不能跳出去啊，跳出去死得更快啊，只好念观世音菩萨，一心的念，最后观世音菩萨让你的飞机平安着陆啊，真的是如此啊。有一个啊，这个台湾啊民航局的啊原局长啊，就是张友恒教授啊。那么在他上任之前，台湾的飞机啊就是反正一会儿有一段时间啊就掉一架啊，所以大家都不敢做民航局的局长啊，不敢担责任。那这个张教授呢啊，他是这个啊台南成功大学的啊管理学教授啊，就被聘为啊做这个民航局局长啊。他是个虔诚佛教徒啊，那么讲无量寿经讲了20年啊。那么上任的时候啊，他就每天念佛诵经啊，来回向这个飞机啊都平安平安着陆。结果有一次啊，真的有一部飞机啊要下降的时候啊，它这个起落架啊，就是那个轮子啊出不来了，卡住了啊。那这个时候没办法下降啊，那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啊，也没办法啊，总那个机械师也上不了去啊，这个上面的人也不能修这个起落架，怎么办啊？这个张教授只好求佛菩萨啊。那么呢，这个飞机的油都快用完了啊，怎么办呢？正在急难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机场就铺那个啊，就是那个泡沫的啊垫子啊，在那个机场抛的很，就是铺的很长很长，作为他的这个飞机的下降的轨道啊。就直接这个飞机啊，用飞机的这个机身啊，直接呢降到这个泡沫垫上，这样这是很危险的啊，因为没有那个轮子了嘛啊，只能是整个机身着陆啊，结果最后平安着陆啊，那这也是一个奇迹啊。那这是呢啊，他在上任3年期间唯一的一次啊惊险，但是也化险为夷啊。所以在极难恐怖啊你这个只要能够念观世音菩萨啊，非常灵验啊。更何况张教授也是个善人啊，他平常就是一个啊学佛的啊那个好的居士啊，还弘法利生啊，所以特别灵。还有我讲一下我亲见的例子啊，我的奶奶啊去年过世啊，生前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啊，我爷爷那时候还在世啊，当时啊我爷爷呢在乡下啊，我劝他们学佛，他们呢这个应付着学啊，不是真学啊。我来的时候啊，他们就很正经的拿着佛珠
在我面前啊掐住，我一走了啊，他们就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啊。那当时我还没出家嘛，啊，那有一次呢，我爷爷啊就到这个啊乡下的老人院啊，他呢跟这些老人呢就每天呢打麻将啊，这个习惯也不是很好啊。我劝他念佛，嗯啊，他是表面应付，啊，结果打麻将呢，啊，完了之后还看电影，啊，看完电影之后很晚了，大概晚上9点钟，他自己一个人就啊哼着小曲儿啊，从那个老人院走回来，啊，结果呢一不留神啊，走过那个小桥的时候啊，一失足，整个掉到那个小桥底下。那底下有溪水啊，那个小桥挺高的啊，差不多有2层楼高啊，这一掉下去呢，他是头和肩先着地啊，立刻就血流遍地啊，昏倒在那儿。晚上九点钟就他一个人，没人知道啊。那我奶奶在家啊，我奶奶呢啊，虽然平时也发脾气啊，这也有一些贪嗔痴的习气，但是他念佛比我爷爷念得长，啊，看到晚上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心里就有点担心，赶紧叫人去找，啊，后来到处找，终于找到，原来已经摔到这个河里头，昏迷不醒，啊，我爷爷当时都是啊89岁的人，啊，那么高龄是吧？从那么高的桥上掉下去，啊，血流遍地，昏迷不醒，那真的是很危险，啊，立刻送到医院去急救，啊，我奶奶呢就在这个啊观世音菩萨面前拼命的念，啊，念了一个通宵，嗯，就祈求啊，我爷爷能够啊这个化险为夷，啊，结果呢，啊。经过抢救啊，发现呢就是他有一些脑震荡啊，然后呢这个啊就是这个啊皮破了啊，缝了几针啊，但是啊也没有骨折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后来就是休息休息就好了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加持啊。像这么高掉下来，那一般年轻人都摔坏了啊，那至少都有骨折啊，但是居然没有，佛菩萨加持啊。那奶奶那时候念得非常诚心啊，那也是菩萨护佑啊。那这么念法呢，7分功德6分自力，有一分才给你所啊祈祷的那个人啊，所以奶奶最后啊念佛念得不错，啊啊往生的瑞相也很好，嗯，那爷爷也往生啊，那比奶奶呀、啊、就稍微差一些，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对于佛菩萨一定要深信，啊，假如说自己家人。有很多业障、病障、啊、罪障、啊、那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解脱？那你就一心的念佛菩萨名号、啊、念阿弥陀佛也行，念观世音菩萨也行，其实他们俩是一体、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弥陀化身、啊、不你就念一个就好啊，不要来回念啊，一会儿念阿弥陀佛，一会儿念观世音菩萨，你的心可能就乱了啊啊，就念念你平常念的最多的啊，最得力的啊那个名号啊，真在极难恐怖的时候啊，这飞机已经起火了啊，正往下冲了啊，你这时候不要再寻思，哎呀，我这念阿弥陀佛好呢，还是念观世音菩萨好呢？来不及了，你随便念一个就行，啊，只要你能一心的念，
啊，都有感应。啊，你这打妄想行思，耽误了你念佛。啊，所以就平常你就要常常就念，啊，念住这一个符号就行。啊，到极难恐怖都管用。啊，所以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归命就是全身心归头。啊，将自己的性命都交给了观世音菩萨。啊，现在极难恐怖怎么办？我自己没办法。啊，性命就交给观世音菩萨。啊，请观世音菩萨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自己就一心的念佛。啊，最后一定化险为夷。啊，那当然我们求还是要求往生。啊，这是对一般世间人来讲，说世间善男子善女人。啊，世间人都贪生怕死嘛。啊，那观世音菩萨就十五位。那我们修道的人呢，不贪生不怕死。真要到极难恐怖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一心求往生。念阿弥陀佛，啊，当然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往生。总之，念你自己平常念的最多的那个，啊，不求生，而求往生。这样，如果你寿命没到，或者你在这个世界还有任务，啊，佛菩萨会留你的。啊，假如你这个缘已经尽了。那佛菩萨就会带你去极乐世界，那就更好了啊！那比在娑婆世界受苦好多了啊！你要真的想往生才可以呀、啊！啊，不要真到极难恐怖的时候又不想走了，阿弥陀佛来了，哎，等等等等，我这还没完呢，我不能去啊，不行啊！那阿弥陀佛立刻走了。所以假如我们真正求往生的人，其实佛菩萨护佑我们更亲切啊，你所求啊，啊，无论大小都必定得以满足。那么这一段啊，大师神光第28品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下面呢，就来看愿力宏深，啊，第29。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做狮子吼，还大甲胄，以宏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恶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这里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彼佛刹中，极乐世界，所有现在未来的一切菩萨，这个不仅是现在的，还有包括未来的，谁是未来的呢？就是在座的我们，啊，我们这一生要发愿往生西方，那就是未来的极乐世界的菩萨，啊，纵然你这一生还没有发愿往生，或者那个愿呢，真真假假，啊，一会儿真一会儿假，啊，一会儿进一会儿退。啊，不是那么恳切，那么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来生啊，或者二三生之后，或者十生二十生以后，或者十劫二十劫乃至无量劫之后，你也必定往生，也属于未来啊，那就看你自己了啊，随其啊，这个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
你要精进，这一生就能往生，那就可以。啊，不精进的，那以后再说。啊，反正终于有一天肯定可以往生。那么这些一切的菩萨，到了极乐世界都是菩萨，都皆当就近一生不处。啊，就近。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补佛位这一生就会成佛就近的成佛，成的是圆满的佛不是指这个分正佛，是指就近佛。那么这是讲到一般菩萨当然都想做佛嘛。等到要做佛的因缘成熟了，他们才会离开极乐世界在他方世界示现成佛。不过也有一批有特殊大愿的人他们呢不想等到将来成佛之后才开始度众生，他希望现在就到生死界中去救度苦难众生，这个阿弥陀佛也成就所以这批人唯出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做狮子吼。他们到六道轮回的生死界中来做什么？为度群生做狮子吼是为了来度众生的他们不是业力受生，他们是愿力来的那么阿弥陀佛也会加持他们，让他们在生死六道这个境界当中不会迷不会随业流转，而保持他的大愿。那么这类人通常做什么工作来？做狮子吼狮子吼是比喻山林里面狮子一吼所有的百兽都震惊这是譬喻佛说法能降伏外道能正醒迷蒙那么这些菩萨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又回到了自己有缘的国土之中示现通常示现某一个法师的身份或者某一个居士的身份在那里讲法他们也可以称为狮子吼就像佛说法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所以他们呢已经听阿弥陀佛说过法加上宿世有很深厚的善根，曾经供养过诸佛如来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呢，让他宿命的同能意念起过去诸佛给他们说的法，所以他们是转述佛的法，所以也是可以称为狮子吼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生死轮回的境界之中，为一切众生广说正法尤其是宣讲净土法门因为唯有净土法门才能够就近圆满的帮助众生当生成就
那么这批菩萨既然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啊，当年他们都是修净土成就的，当然他们也会讲净土法门啊，专修张宏。环大甲胄，这个环字就是讲啊披在身上。大甲胄就是指啊古时候作战啊身上披的铠甲。那这是啊譬喻啊啊下面讲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个铠甲是指弘誓的铠甲。他们有弘深的誓愿。自己未成佛就先度众生。那么这种大弘誓愿就如同铠甲一样把自己武装起来了。能够抵御这些敌军的刀剑可以不伤到身体。要知道来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稍不留心稍不谨慎那就会被众生的业力卷下去。众生的业就像毒箭所以像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魔王派魔君冲着释迦牟尼佛 射那个火箭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众生的业就是这么可怕。那假如没有一个很好的铠甲抵御这些魔箭那就会就是中箭了。所以必须要有弘誓。这个弘誓还加上有功德。功德是戒定慧。在这个五浊恶世你想要不堕落必须要严持戒律。还要常修念佛。念佛三昧这就是定。还要常以金刚般若的智慧来照破世间。这就是慧。戒定慧都具足。这种功德就能庄严自己。不至于堕落。纵然有宿世的烦恼习气偶然一不留神犯了过错但这种人回头非常快这些都是示现譬如偶遇大师那这肯定是一位再来人就是这个为度群生做事做好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但是他有迷的时候小的时候 ,12 岁开始学儒看了一些这个知见不正的儒书就辟佛毁谤佛法。但是他回头很快 ,17 岁看到了莲池大师的自知录立刻就忏悔自己的罪业把自己所写的这些文稿全部烧掉最后还出家成为了一代祖师。所以他们也会示现偶尔堕落但是因为有弘誓功德来庄严。再加上有阿弥陀佛的加持所以他们不会迷。你一下立刻就回来了。虽生五浊恶世
视线通彼。啊，他们来这个世间，啊，就是视线来的。愿力道家慈航，啊，而不是啊业力受生。可是他们来呢，必定要跟我们凡夫视线的差不多，啊，不能够完全不同，啊。如果视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那凡夫觉得没办法学习他，啊，他高不可攀，怎么学习？没得学，他一定是跟我们凡夫一样。啊，好像也有烦恼习气，好像也会迷惑，啊，也会造业，但是很快他就能忏悔回头，啊，那凡夫看到他这个行为视线，啊，也就升起信心，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啊，啊，这就带动众生啊，啊，回头。啊，那么这些人视线肯定是跟凡人一样，有生老病死。啊，像偶一大师一生都有病。啊，弘一大师也是一生有病，印光大师也是一生都有病。这些人那都是视线，可是视线呢也是很真实的，啊，不是装的，这病可装不了啊，真的视线出这个病来，啊，然后也会死。啊，不过呢，死的就跟我们不一样，啊，人家死的是坐着走的，啊，偶一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坐着走，啊，弘一大师是吉祥卧走，啊，都是啊，欲知实质，自在往生，啊，这是告诉我们修德啊，就功不唐捐，啊，直至成佛不受恶趣啊，啊，这些人纵然。一直都留在娑婆世界，啊，就像观世音菩萨，现在还在娑婆世界嘛，但是他也是来示现，啊，在这个世界一直到他成佛为止，他不会去受恶趣。为什么不受恶趣呢？因为他不造恶业，不造三恶道的业。啊，或者视线造了，他能忏悔，忏悔这个业就消，所以他不用下三恶道。啊，当然也有的菩萨慈悲心更重的，他也到三恶道去，那也是视线。啊，像地藏菩萨视线要到地狱道。啊，像观音菩萨视线浇面大士，啊。这是恶鬼道，都是为了度众生的需要，啊，不是他真的受恶趣之苦，啊，这个讲不受恶趣就是不受恶趣的苦，啊，地藏菩萨在那油锅里度众生，一边在油锅里游泳，一边跟众生说法，啊，他不受苦的，他的乐就跟在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七宝池八功德水里头游泳一样。啊，那几千度高温的油跟那个七宝池的水不二，它入不二法的，啊，所以它不受恶趣之苦，啊，不是说它真的啊舍弃了恶道的众生不理会它，啊，就不去恶道了，不是，生生之处常是宿命，啊，这些人都能记得起。他们过去生中的事情，啊，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极乐世界来的，啊，假如他自己不知道，那就肯定不是这种人了，啊，他自己知道，啊，他能够回忆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啊，也就是阿弥陀佛加持他，啊，所以前面的弥陀48愿中的宿命通愿也适合他。在下面，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
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是希望啊度脱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之类啊，下至地狱众生，上至等觉菩萨，都希望度脱，令他们都能成佛。那怎么让他们成佛呢？皆使往生其国啊，先到极乐世界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能成佛啊，到极乐世界皆是一生成佛啊，永不退转。所以悉令得泥环道，这个泥环道就是涅槃，是大涅槃啊，是成佛的这个啊大寂灭大涅槃。那么来到极乐世界已经是做了菩萨了，就让他们成佛，令悉作佛啊，既然已经成了佛了啊，就让他们到十方世界啊，辗转的教授，辗转的度脱一切众生啊，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啊。他们成佛了啊，到他方世界示现成佛啊，又接引无量的众生又到极乐世界来啊。那么这些众生又在极乐世界啊，将来成佛又到他方世界啊，无量的国土啊，去成佛去度众生啊。每一尊佛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于此五浊恶世行此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之难事啊，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现信愿持名而成佛，最后啊为啊诸世间啊说此难信之法啊，还是说净土法门啊，自己到他方世界成佛，还是实现念佛成佛啊，然后再为众生讲净土念佛法门。每一尊佛都一样啊，所以这是不可复计啊，无穷无尽啊，这个数量无量无边。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国土啊，没有一尊佛的国土例外。声闻菩萨诸众生类。声闻菩萨是讲四圣法界，诸众生类呢是讲六道的法界啊。换句话说，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啊，都接引他们生彼佛国啊，到极乐世界去得泥环道，就是正大涅槃。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啊！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佛土无量，每一尊佛土也是众生无量啊。那这些众生到了极乐世界啊，也很快成佛，成佛之后又去辗转的教化，又是无量，所以不可胜数，数不过来。非是语言之所能知啊，不可思不可议。那彼佛国中在极乐世界呢，常如一法，不为增多啊。极乐世界会不会说人满为患呢？啊，这么多的众生来了，人口大爆炸怎么办
啊，是不是要控制人口啊？啊，不需要，你这是以凡情在猜度，啊，错了。那个世界常如一法，这说明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多和少不二，啊，一多相容，啊，一多互入。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可以就入到极乐世界一片莲花的瓣儿里头，那瓣儿不会嫌小，众生不会嫌多，啊，所以常如一法，一真法界，不为增多，啊，所以不需要担心极乐世界啊人多为患，不需要，啊，法界所有众生都来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都容纳得下，一点不拥挤。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啊，这是比喻啊，啊，我们好懂，啊，大家都见过大海嘛，啊，你说太平洋这么大，啊，是水中王啊，啊，最大的海了，海洋了，嗯，那诸水流行都入海中，啊，像我们这个中国啊，有黄河、长江啊、珠江。啊，实际上最后海水都是融入大太平洋当中。那是大海水宁为增减啊，所有的河流这么多的水啊都流到了大海当中了，那大海水会不会增加啊？或者是如果不流啊会不会减少啊？不会啊，太平洋永远都是这样的。啊，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地球它自然有一个调节作用，啊，那水会被蒸发起来，啊，通过下雨，啊，又下到那个江河当中，啊，这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佛当时用这个比喻呢，啊，就说明啊，大海不会因为河流那么多而增，啊，它依然就是这样，啊，也不会减。啊，河流干枯了，它也不会减。啊，这是用比喻，我们好懂。啊，实际上极乐世界那比这个殊胜多了。啊，那现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数学啊的这个概念来说明。啊，那么稍微学过中学数学的都知道，啊，这个无限大，啊 ，infinity， 啊。那这个符号是那个横八啊，来代表无限大。这个无限大呢，它也是不增不减。啊，无限大加上一万还是等于无限大。啊，无限大减去一万呢，还是等于无限大。啊，无限大除上一万，它还是等于无限大。无限大乘上一万也是无限大，它不增不减。啊，这个概念我们就能清楚了，啊，那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常如一法，它是无限大，啊，下面是结归啊，弥陀这种啊大愿，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八方上下就是指十方啊，十方的诸佛国土数目是无量的啊，那在无量无数的诸佛国土中呢，阿弥陀佛的国土是第一啊，他的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长久是指寿命啊，无量寿啊，无量寿佛
就是寿命无量。啊，所有一切众生也是寿命无量。啊，那个国土也是寿命无量。啊，不会有成住坏空。啊，广大就是啊无所不包。啊，刚才讲的它是无限大。啊，所有的众生都来了都能容纳得下。啊，而且各个众生个子都很高大。啊，你看那个极乐世界的树都400万里那么高。那人的身体那也要相对称的一个比例啊，不能太矮嘛。如果我们这1.78米的个头啊，在那400万里的树下啊，几乎都看不见了啊。所以一定是这个跟那个树差不多高大。啊，这么高大的个子，这么多的人啊，他不会拥挤。啊，极乐世界是广大的国土。那明好快乐啊，这个明是光明啊，好就是相好庄严啊，极乐世界啊，一切的依报环境都是那么好啊，那么庄严啊，那么清净啊，那么光明，胜过了啊，十方诸佛的国土。啊，快乐是讲人的感受。啊，在那里的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所以叫极乐。啊，所以在极乐世界，这个一正庄严呐，是十方诸佛国土里面独胜，啊，独一无二。啊，胜过十方一切诸佛国土。那么在无义本当中，啊，就赞叹了，啊，阿弥陀佛果为最快，啊，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国中众善之王，诸佛国中之雄，啊，就是大英雄。诸佛国中之宝，诸佛国中之始，这个寿啊之极长久也，诸佛国中之众劫也，啊，众就是指这些啊大菩萨们都是豪劫啊，这个文字啊就是赞叹，诸佛国中之广大也，诸佛国中之都自然之无为，最快名好，甚乐之无极，啊，这些话呢都是赞叹啊，排比句。那夏莲老呢就把这些话就简练了啊，那么真的这个汇集啊，啊，做这种简化啊，使得语言精炼啊，确实更好。你看几句就讲明白了啊，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这几句话就概括了。那为什么能够这么广大殊胜？本其为菩萨事，求道所愿，累得所致。啊，阿弥陀佛过去做法藏菩萨，啊，发了这样的48愿，啊，专制庄严妙土，无量劫积累德行。啊，积功累德，所以才能够导致成就这样的啊圣妙国土。那么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要布施啊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令他们能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所以这个布施啊是八方上下无穷无尽啊，十方世界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地球啊，所有的众生。那这个恩德是啊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恩德宏深，广大无量啊，没办法报答啊，这个言语都很难能够说明啊。那么这么伟大的恩德，我们怎么能报答得了？那唯有啊，依教奉行啊，入弥陀愿海啊，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啊，将来成佛，广度众生啊，摄取众生归于净土，这就是真正啊报佛圣恩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呢这个29品啊就讲圆满。好，谢谢大家。